累，然后可能大家就随便吃一吃，然后可能就待在饭店就休息了。然后想说今天晚上比完赛的时候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去夜市走一走。我想说哪个夜市？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帮你安排，先去士林，再去劳合，再去临江。好，那这个问题 OK 吗 ？OK， 好，再来第二个问题，还有没有人要提问的？把握机会哦，还有最。